近日刘雨菲在微博上分享了与两位好友相聚吃火锅的合影。照片中刘雨菲身穿简单白色 T 恤，衣服休闲打扮，显得俏皮可爱。合影时脸上也挂着笑容，看起来心情不错，而素颜精神亮相，更显皮肤娇嫩，气质温婉迷人，引来众多网友留言大赞刘雨菲素颜美丽，称其为女神。好吧，神仙姐姐果然是带着仙气来的，这次又将秒杀多少宅男呢？优酷娱乐播报，这里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《算意英剧》尽在优酷。